在抖音专门来吃的这家海鲜自助真的太划算了，才300多块钱一个人就可以吃上百种海鲜，10000+的麻辣菠萝，无限量的帝王蟹，比坨子还大的烤榴莲。关键这里海鲜基本都是活的，你想吃啥子咬啥子，还有各种刺身、牛排和鹅肝，巴适得很嘛。